下面题，请出题。要有一头亮丽的秀发，起头发的时机也很重要。根据皮肤科医师建议，什么时机洗头对头发最好 ？A. 早上 ，B. 晚上。请作答。哦，哎，这个问廖英丽最清楚了。其实，严格来说，我是这时候才认真想这个问题的，然后，但是我就想到我家的小孩为什么每天都要早上洗头。因为他们睡了一个晚上以后呢，他们的头觉得出油出了很多，所以这个时候出油出得多的时候去洗头，你才能真正的把油脂洗掉，哦，然后不会洗掉过多的油脂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 晚上，哎，有些人习惯早上在洗头，但是皮肤科医师呢，其实有建议晚上洗头会更好，因为夜晚的时候我们在修护嘛，那你的毛发也会再生状态。如果这个时候啊，你的废物跟脏污都阻住你的头皮的毛囊了，那影响血液循环，修复就不会这么顺利。所以晚上睡觉前呢，把头皮洗干净，干干净净，晚上十点前早点睡觉，尽早早睡，再生状态会更好。嗯，好，来。两位请回来，这么快就快了，因为这个3000块是第二轮，你们没人答对，又累积到下一轮，就跟刚刚是一样。对，现在是最后一轮喽，胜负马上就看这一轮。第三轮，请出题。现代人怕胖，很多人会吃水煮餐，但要注意，长期吃水煮餐可能会有什么状况 ？A. 皮肤干燥 ，B. 脸颊凹陷，请作答。唯一一个皮肤科的，哇！他选脸颊凹陷，不选皮肤干，因为我觉得两个都有哎。脸颊会凹陷，吃这么快，水煮餐马上脸颊凹陷，长期啊，对，水煮减肥药是不是？哦，水煮对啊，应该不至于吧，对不对？应该是会皮肤干燥，因为油脂会太少，缺油嘛，对，我猜了，多油。哎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皮肤干燥，长期吃水煮餐有几个缺点啊，容易便秘啊，荷尔蒙失调，缺少饱足感。那因为很重要，你缺少油脂的话呢，当然你的皮肤跟头发的润滑度会下降，因为啊，你没有油脂就会减少脂溶性的维生素吸收，而且你肠胃没有油很难大便，对，你没有好的油啊，滑不下来，哇，痛死，摩擦的比较对，来，请休息，要一秒，加4000、7000了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在吃日本拉面一定要吸得很大声，请问为什么吃拉面要用力吸面呢？ A. 帮助降温， B. 有礼貌的表现，请作答。大家都知道吗，表示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对，在日本他要把汤喝掉，对，日本人就说，哦，太满意了，对啊，日本人除了吃拉面接吻也很大声啊，有训练过，你现在还在看日本群组都很多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 帮助降温。其实这真的是个误会，大家以为到日本吃面就到很大声，是尊重那个拉面文化，但其实不是。原因是因为拉面是你要快快吃，然后你同时又想要吃到汤汁跟面，所以你才会故意吸的比较大力，那不烫死，吸还是会烫死啊？对，可是就是它是就是一点点汤汁，然后还加上你这样子的时候，是不是你那个空气进来，你可以快速的降温，所以快速降温又可以汤汁跟面一起，因为你看日本人吃意大利面就没有在那边。哦，他会卷，一直卷，对，因为他就这样卷汤汁那边就好啦，哦，所以大家是个误会，所以以后到日本也不用特别大声，自然就好了。请回来，好快啊！哎，没有，7000块就不能入账啊。对，我们宣布他们奖金。好的，廖医师15000，肖医师15000，李医师22000，黄医师9000，王医师6000。果然，不要看我们没有刮点李夏，没问题。李静良是冠军哎。哦，前面吹的也成立了，对，也成立了。马上进行最终决战 ，Battle ATM。
欸、恭喜哦，李院长，对对对，奖金之所以没高，是因为他们都很厉害，奖金都分摊掉，分散掉了，并没有单独一注给他。没有，来，请插卡，这行长给我的提款卡，是的，你插进去啊，这应该没有额度哈，没有，金库请打开。里面有27000块是你的，对不对？两万二，来，先经过两道密码提示，请看。你有两个密码可以选择，分别是总笔画31画手术房器材，或是总笔画48画性功能障碍。手术房的器材不能乱七八糟。对，乱七八糟也是。不能还乱七八糟也是一个成语吗？井然有序。井然有序。31画是什么？性功能障碍呢？生不如死。有气无力啦，那是无生意，全头上气，垂头上气，对，抬不起头。你要选哪一个？我觉得性功能障碍基本上不太可能发生在我的人生里面，所以你不会用这个，所以我选看好了。好吧，性功能障碍，他挑战这个啦。手术房的器材到底会成什么样子？4个字成语，请注。就是有条不紊。怎么猜中了？对啊，有条不紊。刚行长就猜中了，我就想觉得可能有泄题的风险。哦，这个问你会写吗？如果是真的要这样，我会啊。你看你们，他们手术房一定很清清楚楚嘛。对，要不然你就乱拿乱刀子，那个不行啊。对啊，而且消毒要消毒得很好。然后顺序啊，这个专业的医生手一拿出来，护士就会递。那你还需要讲说什么刀什么刀吗？不用，不用讲。没有，你手要这样，手套啊，没有手套它会撑开，你要这样。对。对不对？然后开刀的时候就那个，然后他帮他擦汗这样。对，影集都要先去刷手，然后要先。器械一定要摆得有条不紊，有条不紊才不会出差错。OK， 那接下来挑战性功能障碍，金笔拿起来。你的题目是。不是抬举，太简单了。计时一分钟，开始计时。好，要先这个要先算完，然后按笔画，盯着你的笔画几画，用这个笔，用这个哈。他喜欢用清楚清楚。我是用手的，他们相信他的手。也忘记算了。好，笔画。完了，不会算了。台，清楚。还要简写吗？不行，简写。不能简写。不是，你刚刚那样写可以啊？啊，可以吗？刚那个可以啊。刚那不是简写。那个不是简写啊。哦。完了，他完了。好，举，写完。哎呦，等一下，笔，等一下哦。等一下，没关系，没有，不会给你倒数。好，可以了。等一下，来。等一下，来。好，再次。停，时间也到了，一分钟也用完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不是抬举，0、2、3、4、5、6啊，少了，举不难写的，但是问题的笔画很难，对不对？试试看，0、4、1、9、0、8、1、4，对或错？很少的啊，哪一个少啦？我们看正确解答，17。哦，好难哦，来，谢谢，跟金哥说拜拜。可惜，有时候是一个笔画，对，字越简单，笔画要更谨慎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暑假来临了，大家正是可以花一点时间，因为暑假大家学生有学生潮嘛，对不对？保养皮肤的，把自己弄美丽的，所以大家呢，也是要询问的专业的医师才行啊。谢谢大家今天参与，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。Who dares to battle?
哦，拜托 ATM， 谁敢来 battle？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